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 5.1 深渊角色使用率出炉，希诺宁赶超水龙王，钟离子排第四。 5.3 到 5.5 三神空降少女登场，火神一命全员霸体，核爆火又拉来了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官宣，恰斯卡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即将 up。 同时后续的 5.3 卡池中，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3 到 5.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上半是火神仆人登场，下半是茜特拉利申鹤登场，同时 5.3 版本据说第二期璃月混池也会开启，还是非常香的。 5.4 卡池的话，据说是会有到期空降女角色君月登场，复刻角色大概率是之前提到的温迪、闲云。这么来看的话，水神复刻大概率要到 5.5 卡池了。而说起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冰女两位新角色的技能机制相关版本还是比较多的，其中火神马威卡之前还是比较拉胯的，不过现在来看火神的大招应该不墨迹，伤害失业魂值变动，之前说开大类似于火优拉一命大招全员变霸体，也是打核爆应该会很强。冰女战机开领域并造成冰属性伤害，大招护盾且可以恢复血量，定位大概率是一启动的后台冰伤负 C， 就是强度不知道怎么样，会不会爆钟离的金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3 卡池新角色的例会也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，时间则是在11月18日日，新角色据说是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1 下半卡池的小草神纳西达胡桃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5月1日深渊角色最新一期的使用率也终于是出炉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，可以看到截止到 5.1 版本角色使用率排名第一的是水神福宁娜，使用率是 85.5%， 排名第二的是希诺宁，使用率是 83.5%， 虽然比水神略低一些，但是相差不大。纳塔新进人权卡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，水龙王则是排名第三，钟离排名第四，万叶、叶兰使用率则相对较低。然后要说的就是 5.1 深渊角色使用率涨跌幅的详细情况了，较上期对比角色使用率提升较多的角色依次是叶兰、小草神纳西达、八重神子、林尼等角色，较上期对比使用率下降较多的角色依次是纳维亚、千之、钟离、荒龙伊豆等角色。整体来看的话，炎系整体下滑较多。而说起本期深渊队伍使用率的排名也终于来了，如图所示，排名第一的是希万福特，自希诺宁登场后百万福特也得到了升级，一跃成为顶级配对。排名第二的是提巴中达，第三是仆人队，第四是销路贤福，曾经霸榜的百万福特则是排名第五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